今天我们要去奈良，但在去之前，我们就想去我们前几天没吃到的猪排，想先吃完猪排再去。那听说那间猪排是一个相扑选手开的，然后分量超级大，超好吃，就会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吃。这里是他们那个赛马。应该会吧，那他应该有马场，在上面是不是中央竞马会，这是白痴了欸。前面超多人，他甚至还没开始演，他11点才开，太夸张了啦。3 hours later， 在等了约3小时之后，终于轮到我们了。进店后发现只有12个座位，加上餐点都是采现点现做制，这也怪不得店外会大排长龙。这家店是号称全日本最厚的炸猪排，主餐只有6种冻饭可以做选择，最热门的就是400克的巨无霸猪排冻，但我生怕我吃不完，所以我点的是分量350克的猪排冻。另外我还加点了一杯无糖麦茶，虽然我点的并不是最大分量的，但上餐后真的有被这个量给吓到。那个满到盖不起来的炸猪排，每一块有4公分以上，加点的麦茶根本就是一壶，真的有够夸张啊！另外，座位前摆放了6种调味料，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撒在食盘上食用。一口咬下4公分的猪排，却很意外的软嫩多汁，非常好吃。底部的冻饭也相当够味，饭量超级多，以价格与分量来看是相当划算的，真的是超级满足啊！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多人排，这么大一块，然后不会踩。我们吃饱了，这间店我们等了2个半小时，等待这个时间值不值得呢？值得啦，值得。只是觉得有点久。对。我自己是觉得2个半小时比我们去环球排游乐设施还要久。吃到的猪排其实真的好吃，因为它是酥肥12个小时的肉，然后再去炸，非常的软，它不会像一般外面的猪排会很柴。我自己给它的评分当然很高，但除了排队的时间真的是太久了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吃的话就早点来，你才在比较前面进去，不然你在后面要等很久。奈良商店街，它那个上面有路哎，真的。接着我们来到奈良的著名景点兴福寺，这是距今1300年的世界遗产，里面保留了许多古代的佛像、佛塔与建筑，其中以日本国宝阿修罗像最为著名。
今天的五重塔更是奈良的象征，但里面参观佛像是需要门票的哦，大家可以自行斟酌看看哦。哎呦，他们现在全部都在这边睡觉啊休息，因为现在的天气太热，然后这边也是雷击重重，地板上超多大便。不想你，他那边还有，地板上不是。Nothing's growing where your heart is fire. But baby, I bet you're cold without me. Even when it's not. 接着我们来到了东大寺，这是日本少数的大型寺院，同样也拥有1300年的世界遗产，也是奈良热门的名胜古迹，内有许多佛堂与木造建筑。首先要来到正面的是南大门，总高约25公尺，使用巨大圆柱支撑。正手在两侧的是金刚力士像，整座大门都是用全木造结构，工法相当特殊，超级壮观。那这个木头是不是每一根都是神木？接着我们进入东大寺境内，腹地非常辽阔，很清幽，也有许多巨大的树木与造景，偶尔也能看到鹿的踪影。不过这边参观佛堂是需要门票的哦。门票分好几种，有套票与个别参观。推荐大家一定要走访的就是大佛殿，超壮观的，超级大。这个可能看不出来，可以看这边的人，超级小，就看到那个比例尺，这么大。大佛殿正面宽约57公尺，高约48公尺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物。进入殿内就能看到庄严巨大的佛像，整座佛像高达18公尺，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佛像。进入殿内后可以绕行四面欣赏大佛，殿内也有介绍东大寺的历史与保留了早期修建后存留的遗迹。大佛殿真的非常壮观，推荐大家来奈良一定要来看看。这里真的很适合走走，而且这边的树啊超级大超级粗，它那个树纹超深的。接着我们往奈良的原始森林前进，进入森林后阳光从树缝中洒落，也时不时会看到鹿群在森林中漫步。慢慢的脱离了景点的喧嚣人潮，这里有如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与清幽。道路两旁有许多石灯笼指引着方向，而我们要去的就是世界遗产之一的春丽大社。So I get a little drunk on a Monday night by myself, staying up all night so I don't just lay and think about you. 超美的，春日大社早期是为了祈求国家兴盛与平安而建的神社，藏身在森林中，有15座的神社，可以祈求健康、长寿、感情、财运等。另外，万灯笼也是春日大社的特色之一，总数约有3万座信众捐赠的灯笼，沿着步道兴建，非常壮观。社域内的原始森林中也有不少神木哦，林中非常漂亮，超级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走走，逛完神社整个人也都清爽了起来呢。这里真的好赞哦，一路走过来其实可以逛一整天，不只是只有在奈良公园逛啊喂鹿而已，其实这边有真的非常多可以参观他们的古寺院，还有一些神社。我觉得如果安排一天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话，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，也可以这样推荐给各位。
天一整天的行程也要告一个段落。那这支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然后我是阿龙，他是 Conny， 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，拜拜。